怎么了？你累了？说好的幸福呢？我懂了，不说了，爱淡了，冷也冷。A 掉一个小兵，破他的骸骨。OK， 非常的对。我操，还能这样？一级学艺的。我们还是主线任务是狗到六级。拉下流血。怎么了？你累了？说好的幸福呢？想拉我？钻进他的内圈，躲一下外圈 Q。我要六级，好的六级。十八刀。他没有双招，别站一起，就是前后站，这样他就只能拉到一个，你就不用交闪。OK， 你直接回 OK 了。这怎么跑呢？这应该怎么跑？人都别给人劝了。不要畏罪之狼。三换一啊，很亏呀、啊！我就感觉打起来。我手真会 K 呀、啊！你以为会有人来救你吗？行吧，两个人。火棍，这样就不亏了呀！一换一，对面来。
行吧。吃一个肚层。干嘛？我给你面子，你好像不太给我面子。肯定要回家买装备了，跟他一手。还能捡五块钱呢。三个人也奈何不了我，抓我们来吧。怎么了？我直接主动出来，来，三个人出来，现在一打三根本不怕的。来嘛，杀两个，打残一个。大不了到这边去偷。